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妮娜。今天呢，大家来到了美丽的 Corona， 位于洛杉矶的东部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区为 Sierra Nevada， 是 Lanar 这个街上建的。这个小区呢有两种类型的房子，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 Sonata 这一类型。这一类型呢有四个户型，我们现在参观它的四号户型，售价呢是75万3000起，房4.5卫，3401尺。那我一起去参观一下吧。介绍一下，我现在在大门的入口。那一进门的右手边呢，有一整套的卧室，携带着自己的卫浴。那进门的左手边呢，有半个厕所，也就是客人可以使用的。那看到进门里面呢，它的墙壁，样板房呢有精心设计的大理石的 panel， 并且呢，一进门高顶的设计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再朝前面一点点呢，就是我们的餐厅，正式的用餐区。那在朝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区域啦，大家请随意参观一下喽。假如说炒菜大火大油烟的话，可以在内室厨房进行。那之前呢，有网友问过我，在加州有没有设计成这种两种厨房的设计？那今天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带大家参观一下。那这个厨房呢，还有窗户和门，可以直通后院。在这边炒菜呢，无论多大的油烟都不会跑到里面客厅去哦。
过的滋味，我们现在去主卧看一下吧。这边的主卧啊，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呢，跟我一起来看一下。你看它主卧的设计，除了可以摆放下床，还有主要的床头设施之外，外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 patio， 可以坐在这边看山景。那么里面啊还有一个内室，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个内室啊，用作一个隐秘的影院啊，或者是书房啊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同样，这边呢也有推拉门，可以去到主卧的阳台。卫浴设计呢，有男主人和女主人各用的更衣室，进来看一下吧。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现在位于 Florna 的 Sierra Dalla 这个小区的索纳塔户型四号里面。这个户型呢为3400尺，五房4.5卫，售价753000起。那么这边的特色呢是进门有高顶的设计，超级大的院子，并且有两个厨房，开放式的厨房和中式传统厨房。那么二楼呢同样有客厅，主卧和次卧分别在两个方向，各自有隐私，非常不错。这边的 HOA 呢为335块钱每个月，这边的地税加上城建税一共是1.85%。这边的后院呢还有California Sunroom，也就是加州阳光房啦，在这边呢可以畅饮加州的阳光。那了那儿这个建商所有的户型，它的房顶都会配有 solar panel， 也就是太阳能的设施，你可以选择购买或者是租赁，都是对节能省钱非常不错的选择哦。那如果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小伙伴，赶快联系我，我帮你拿房哦。我是 Mina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、订阅、转发加评论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